把符文魔方交出来！再说一遍，把符文魔方交出来！ 唐家圣女唐英林，恭祝家主福如东海，
寿比南山。起身吧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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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家剩女唐锦麟向家主问福，恭祝家主日月昌明，千秋万载，松鹤长青，万寿无疆。免礼了，您请。应林来得挺早啊。作为晚辈，这是应该的。也是，从小到大，每年家主生辰，你都是最细心。英林不像姐姐声势浩大，送礼都是论排的，也只能在细节上花点功夫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有心人。我是唐家家主，今天是我的百岁寿辰。对不起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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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慌慌张张的。知道家主喜欢龙葵，而龙葵只在黎明盛开，特意去山上采摘了一束，方才赶回来。唐家圣女唐婉玲，恭祝家主吉祥如意，长命百岁。长命千岁万岁。好了，起身吧，你呀，也是有心人了。家主，姓氏被人杀害了，夫人莫方下落不明。两千年来，唐家启蒙者辅助了无数世间英豪，为此我们引以为傲。在我上位的76年里，蒙城在做各位的努力与奋斗，我们才没有让我们贫穷的国家落入西方列强之手。在刚刚，我看见了自己的死期，最多10天。所以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最重要的决定，那就是从唐家三圣女中选出我们下一届唐家家主。这可是件大事儿。选拔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到丢失的符文魔方。我反对。唐家历来选拔都是守护者之间决斗，搞什么小孩子把戏？放肆！有你这样跟家主说话的吗？没大没小。没时间陪你。一切都是天意，我能看到了自己的死亡，也得知拿到符文魔方的人最后能够成为唐家家主。好啊，我还从来没输过。让开让开让开。大的你手，大的你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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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什么？现在这是有趣事儿，这是啊？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背气呀？我说今天点儿这么背呢，每一面都是小，出老千。三脚猫功夫跟我斗，也不打听打听我黄志明是谁。你，我让你，可恶，偷袭老子！那天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厉害，可恶！钓上猪了，拿来。这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看起来像个宝贝。自从啊，你和大姐都搬出去住了，咱们相聚的时间也少了。还好有你在啊，家里的大小事务还有个人帮得上忙。姐，家主真的没有多长时间了吗？我知道，这事迟早会来，可没想到这么快。从小我俩一起长大，是最亲近的。有些话我本不该说，但你做事情要多多用心，你知道吗？既然你也是家主的候选人，就一定要努力的争取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既没有天选者，也没有守护者，我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呀。婉琳，别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，现在国家有难，你要快速的成长起来。国家需要你的时候才能出一份力。哎呀，姐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天生就不是那块料。哎，姐，一会儿咱们去逛街市吧。我记得有家店呢，他家香囊不错，我想买来把它挂在屋子里面，整个屋子都会有丁香的味道。好，我们姐妹俩也好久没有逛过街了。这看起来值钱啊。婉琳啊，我听说最近有个姓黄的小伙子整天追着你。没有啦。真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一定要让姐知道。姐，我知道了。有时间的话带他来家里看看。怎么了？姐，你看，有人开启了魔方。
太大。姐姐还是那样，跟狡诈的日本人一样，都喜欢在背后做动作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才是通往胜利的唯一途径。像你这样畏畏缩缩，如何承认了唐家霸业？用平民百姓的鲜血来实现你所谓的大东亚共同的繁荣，你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弱肉强食，胜者。你所谓的中华民族已经落后西方列强几十年，如今各路军阀占据割地，像这样早就应该彻底摧毁了重建。日本一件工具罢了，用得顺手就用，用不顺手就错。姐姐的说辞未免太过牵强，我想我是不会让你轻易把佛魔方拿走。好啊，别说大姐没给你机会，东西就在这儿，想要自己来拿。自己没本事，别说姐姐欺负。上次他还没给我，今天又想签账。以前的账两清了。哟，今天手气不错。那是。唐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吧？我可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人称江湖浪子哥的黄志明啊！开玩笑的，你知道我的家族世代都是天选者，我身上流着天选者的血脉。你要是启蒙我的话，我呢对这个不感兴趣，也启蒙不了你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哎，我找谁啊？据我所知，唐家就只有你还没有天选者。你以为当天选者这么简单啊？想当就当？哎，要通过重重考验是不是？我早想过了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一定不负众望。哎，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次了，看在我这么搭讪你的份上，你就答应我，好不好？那好。真的。你呢，帮我找一样东西，我就启蒙你。找东西我最拿手了。你说，我保证给你找回来。符文魔方。符什么文？魔什么方？就是刻着奇怪图案的正方形魔方，
大概这么大，可以拧动的。如果找到了，再来找我。哎，喂！哎，你干嘛？跟我走。喂，跑不动了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在哪儿。哎，你在这等我，不准走开，我马上回来。不许走啊！没有大洋啊？没有。好。老板，我的东西。这么快就过来说话，别废话，快快快！说好了啊，就离开一个时辰。按短期三天的算，我知道。你个死骗子，还说带我找魔方，你管我钱的？我没有骗你啊。怎么没骗我？看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符文魔方哎。你偷的，笨蛋！我偷的还给你啊。那你真的会给我吗？拿走。哎，要是我真给你了，你是不是就辅佐我做天选者？嗯，我说话算话。厉害吧？可把他甩掉了。他是谁啊？啊，我以为他是抓你的呢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呀。这可奇了怪了。你看你现在这么危险，赶紧扶着我，我来保护你。怎么了？找什么呀？魔方不见了。不会吧，大小姐？你是不是想耍赖？哎，你干嘛呀？真不见了，真不见了。追杀，
难道婉玲拿到了符文魔方？这个属下不知。有点意思。派人跟着，密切监视。是。回来。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来。是。买点纸吧，买点清明烧纸用。姑娘，能不能买点纸吧？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清明烧纸用啊，卖纸喽。要不是你拉着我跑那么快，魔方就不会丢。讲不讲道理啊？我拼命救了你，你反而怪在我身上。要不是你引来那个刺客，魔方怎么会丢嘛？搞清楚好不好？像我这种小老百姓，怎么可能会招惹那种杀手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没有魔方，我是不会辅佐你的。嗨，看你乖乖巧巧的，没想到这么不讲信用。就是不讲信用。哎。开车的，婉玲小姐，大姐有请。我不想去。婉玲小姐，你没得选。哎，人家不想去，你们还强迫别人。哎，我跟你们去，你们不要为难他。请。从家里搬出来也有七个年头了，平时也不太回去，一年也见不了几次，对大姐的感情也淡了不少吧。我从小就争强好胜，凡事定个输赢，可能看起来冷傲偏执了一些，但是婉玲你也应该知道，大姐其实是很疼你。大姐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咱们三个虽然不是亲姐妹，但是从小是一起长大的，你和二姐都特疼我，这些我都不会忘记的。我最看不惯他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装的温婉贤淑，把你耍了。二姐不是那样的人。婉玲，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你看不明白，其实你二姐一直都在利用你。二姐没有利用我。那你找符文魔方干什么？你别告诉我是你自己想当家主。你二姐肯定劝过你，让你不要放弃争家主的机会，你表示不感兴趣。她又说你们姐妹情深，关系最亲密，让你站到她那边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这种政治手段我见多了，她对你好，那是因为你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。姐，我本来也没有想争家主的。假如你现在拿着符文魔方回去，告诉他你找到了，但是你自己想当家主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杀了。不会，二姐不会杀了我的。要不然我们试试。
是姐妹情深呢。就让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真正的人心。小妹，小妹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来，进屋说。你要是再晚点过来，我就睡着了。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姐，我找到了符文魔方。真的吗？来，给姐看看。怎么了？我改变了主意，我想要继承家主。你不是说你对家主不感兴趣吗？我想获得家主的力量。小妹，我很高兴你终于这么想了。那姐，你会帮我吗？你啊，是我妹妹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，我当然会帮你了。姐，你这是干嘛？真是小看你，没想到你也会有如此野心。大姐说的没错，我管你大姐二姐，阻碍我当上唐家家主的人都是我的敌人。家主不感兴趣吗？我想获得家主的力量。妹妹，你做什么姐姐都会全力支持。找到自己的天选者，这样
你才有可能逃过大姐的追杀。不会的，你不会死的，我现在就去叫大夫。来不及了，我撑不住了，都怪我。我不怪你，以后要保护好自己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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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姐，姐，姐，你醒醒！姐姐，你醒醒！姐，姐姐，你醒醒！真的很伤心，她可是你妹妹啊！妹妹，从她跟我争家主的那天开始，我们就不是姐妹了，我们是对手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现在就给二姐报仇！婉玲，我劝你不要和我作对。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家主。我不配做家主，难道你配？我告诉你，只有我才能带领唐家走得更远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做得了家主吗？最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继续开开心心地过下去。因为阻碍我就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死。你太狠了，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我的大姐，我今天就是死，我要杀了你！那我就成全。随时杀，杀他不需要太长时间。今天我心情好。
怎么样了？涂抹了金蝉雪莲，应该没有大碍。多谢白长老。你呀，种的是远古的魁魅树，唐锦麟下手可真够狠的。我只是没有想到自己会亲手杀了二姐。这木已成舟，九思无益，还是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吧。白长老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现在连报仇的能力都没有。作为隐修会长老，我本不该插嘴你们唐家玄主之是非，不过我也算看着你们长大的，就凭你现在的实力跟大姐抗争，那是没有胜算的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单枪匹马地闯出一番事业来，你得学着借助他人的力量。我刚才给那小子疗伤，发现他骨骼惊奇，你说他三番两次的救你于水火之中，这绝非偶然，或许他就是上天指派给你的天选者呢。醒了，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这是哪儿？这是隐修会，一个不为别人所知的地方。你受了伤，我带你来这儿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哎，你别动，你还有伤呢。没事，从小就打架，浑身都是伤。你昨天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始终觉得大姐那边不是想见你那么简单，担心你出什么事儿，就一直跟着你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我早说过了吗？有我在，肯定没问题的。你那个大姐倒是挺狠的，居然利用了你。我都听见了。我决定辅佐你成为天选者。
白长老，到底还是迈出了这一步。白长老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看看你守护者的能力吧。怎么会这样？身手敏捷，刚劲威猛，不过还是差了点火候。新召唤出来的守护者等级都是初级。那大姐的典韦是多少级？四级。四级？四级也不高啊。最高等级只不过也就是五级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家主吧。怎么睡着了？刚刚大圣女来过，跟家主吵得可凶了。家主多怒，心生不悦，我们也不敢进去。我知道了。你们在外面等我。唐家圣女唐婉玲拜见家主。你不要想不开啊！我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傻。那你一个人坐这儿干嘛？找你大半天。你看这河水，从高处往低处自流而下，虽然是同一条河，却是不同的河水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记得家主说过，人生如水，水有顺流，也有逆流。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，唯有在流淌中积蓄力量，击穿挡路的石阶。你能这么想最好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想不开呢。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身边的朋友也不多，最亲近的人就是家主和二姐。仅仅几天时间，他们全都没了，想哭也没有了肩膀。你还有我，我相信好人有好报，他们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你的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争夺家主之位，我要和唐景林斗争到底。我陪你。吉儿呀，请进。
两天不见，小妹你就有守护者了，真是不可小视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没有资格进入。我杀了那么多人，你说哪个？你是最后一个见到家主的，他的死难道跟你没有关系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杀了家主？你怎么想在这么多人面前表现你对家主的忠心？你为什么要杀家主？我说我没有，你信吗？我最后悔的就是相信你，害死了二姐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就算是我杀了家主，你又能怎样？杀了人还那么嚣张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有没有规矩？在家主的灵堂前大闹，放肆！今天我再放，等我当上家主，妹妹好日子到头。你就这么自信能当上家主？哼！跟我斗，就凭你？看下次还有谁给你撑腰。走走。虽然你召唤出了赵云，但是他的能力尚浅，以目前的态势与大姐硬碰硬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可我该怎么做呢？白长老，请您给我指明方向。除非你们能赶在唐景林之前找到符文魔方，凭借赵云的潜力，这样才可以与唐锦离一战。白长老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符文魔方是西方的一种魔石，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是你们唐家人不知道的。是什么呢？符文魔方它能将天选者的精气血气加成到守护者身上，从而让守护者爆发出超强的战斗力。这个符文魔方就是我们之前弄丢的那个。可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不过如果有人打开的话，我就能感知到它在哪里。
前面看到过图上的这个东西。没见过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看过图纸上的符文魔方？哎，你好，啊，请问有没有看到过？请问有没有看过图纸上的符文魔方？没有没有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没有。我去那边，咱们分头找。好。渴吗？我去给你倒点水。嗯。主，已经免了你的罪。感谢天主，阿门。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在街边的泥地里捡到的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符文魔方所在地。这不是教堂吗？对。通知黑龙会，出发。是。这个物品是在教堂附近捡到的。既是主遗失的物品，它不归属任何人所有，就由我来转交给主。神父，主的东西又怎么会在泥地里呢？会不会是他人遗失的物品啊？世间万物都是他对世人的恩赐，此物已经安定，你可以休息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图上的魔方？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我们没看见，你还待在这里干嘛？来来来，神父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来，介意不说话，嗯。哎，这位先生好像不是天主教徒，但还是烦请你尊重一下神父。OK OK， 神父，听我说，刚才说的那个魔方啊，非常的危险，我劝你还是早点还给我们，搞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，我没有看到你要的这个东西。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。要是神父您撒谎的话，主会怎么惩罚您呢？你是侮辱我还是侮辱主？没事儿，咱们都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赶紧离开这里，这里不欢迎你。OK OK， 拜拜。嘿，你。
我们已经与魔方结合，与目前的实力，也就达到这黑衣忍者，免得点黑，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白长老不是说过吗？启动魔方，可以将天选者的精气和血气加成到守护者身上，让守护者发挥出超强的战斗力。不行，你现在有伤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没有时间了，等大劫到，魔方就要落到他手中了。 以为借助符文魔方的力量就能赢我，痴心妄想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会遭报应的。那天你肯定是看不到的，因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成王败寇。
小美，你很厉害。二姐，二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还要我把事情跟你说透了？从你来找我的那天晚上起，见你的第一面我就看出了你中了大姐的魁魅术，于是我将计就计，配合你上演了一出好戏。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为了成为唐家家主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守护者福部半藏。守护者？可你不是天选者。我是天选者，我留着天选者的血脉。这件事情我也是三个月前才知道的。同时拥有两个特殊身份的我，既可以召唤出自己的守护者，也可以辅佐天选者召唤出另一个守护者。这样优秀的我，天生就是做家主的料。那他追杀我们，也是你的意思？你说呢？不要拿你那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我，家主我都敢杀，何况是你？家主是你杀的。但凡成就伟业者，总是需要有人牺牲的，不是你，就是我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原本以为大姐蛇蝎心肠，殊不知真正蛇蝎心肠的人是你。那又怎样？三姐妹中大姐的实力最强，即便我有两个守护者也不可能跟她正面抗。若想取得胜利，我只能想想其他的办法了。我知道符文魔方有种特殊的加成能力，可让守护者爆种来提升战斗力，但我万万没想家主竟会把符文魔方作为家主竞选。唐锦麟自以为聪明，想利用你作为突破口来杀害我，这反而给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。我假装死后，唐锦麟很快放松了对我这边的警惕。我杀了家主，并把此事嫁祸给他，引起你与他之间的矛盾。我原本的计划是利用服部半藏的斩杀能力去偷袭大姐，但你迅速的成长让我改变了计划。我只要躲在暗处静静的观察你，一旦两败俱伤，就是我出手的好时机，就像现在这样。你连你的天选者也杀？不杀了他，我怎么黑化张辽，好让他成为只为我卖命的守护者？你真狠呐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世间多险恶，是你自己太单纯。我不会像大姐那样自以为是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掉，全部杀掉，不留活口。我看你能跑多远。我去拿些魂丹。没有魂丹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家主很早就预见自己是被谋杀的。我是被谋杀的。那天你在教堂里看见谁使用了符文魔方，他
就是未来的唐家家主。让我把唐家最重要的主角认定交给此人，唐家的未来是摩达拿灵魂传承的载体，是唐家历代家主身份证明的宝物。唐家密室内，青念朱雀诀可进入摩达拿灵魂空间，借助仙人的灵魂碎片，可获得宝贵的知识指引，进而解决当下的困惑。这算是决战前的宁静吗？还在担心他呢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找到打败二姐的办法了吗？嗯。仅仅是提升了赵云的武器和装备，而赵云本身并没有得到提升。如果赵云想要得到提升的话，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才有可能实现。可现在二姐随时都有可能杀到，而她的三个守护者能力异常强大。别太悲观了，之前那么多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，现在有了更加厉害的赵云，肯定没问题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谢谢。
术加骑兵，很厉害的一步棋。婉琳，一切都结束。快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，快，快杀了他们！黄志明，你不能死，你起来啊，黄志明。
见花开，人称江湖浪子哥的黄志明啊。我始终觉得大姐应该不是想见你那么简单。我就知道你睡不着，我答应我不会死的，我会守护你一辈子。我终究还是扛不过命啊。你下得了手吗？小妹，果断点，杀了我吧。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？唐家之中，除了家主以外，我也具备御剑能力。和家主十多天的御剑能力不同的是，我看到的是几年后，甚至十几年后的景象。想不到我看到的场景，除了死人还是死人。大姐盲目的相信日本人，相信那些共同繁荣的鬼话，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大姐的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至于家主啊，他直接告诉我，成为家主的人不是我。我接受不了这样的命运安排。那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我要做家主。任何威胁到我做家主的人都不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只有成为家主，我才有能力改变历史。改变历史的绝不会是一个人，而是全中华人民。这根本成为不了你充满私欲野心膨胀的借口。说得好，这场战役你赢了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你杀了我吧。优柔寡断是做不了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唐家家主的，杀了我是你成为家主的第一步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真的以为手下留情就是善良吗？我杀了家主，杀了大姐，还杀了你的心上人，你还不敢下手？你这不是懦弱是什么？这才是我的好妹妹。
在唐家2000多年的历史中，历代家主都是踩着竞争对手的尸骨登基。我也明白，在这短短的10天里，我遇见了至死不渝的爱情，也经历了姐妹间的血腥残杀。我在人性的光辉与黑暗中徘徊历练，幸运的是，最后我活了下来，并且走到了现在。既然命运选择了我，我不会害怕，更不会畏缩。